孤独。等我们确定安全了，我会亲自打开隔离室的门。现在，你能使用心灵感应能力吗？你感觉到他了吗？靠！会不会有彩蛋了？我什么都不做，他会有彩蛋吗？点了就没有了，那我们要 R1 是吧？算了，直接过了。我们能够引导星河的能量，加快我方建筑的生产速度。你们想看彩蛋是吧？举例来说，但我觉得应该是讲跟原本的话一样吧。超时空加速可以加快月船单位的速度。请你合作，我们时间不多。请你合作。你可以从星河月船更多的探测机来提高采集资源的速度，看你能不能命令他们采集那些资源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的补给值不够了，命令探测机月船更多的水晶塔，否则无法月船更多的部队。最后，以左键点击指定地点，即可越船水晶塔。左键点击越船建筑的按钮。越船建筑的按钮。水晶塔越船完毕，它提供了足够的补给，让你透过传送门来越船地面部队。很好，我原本计划到此为止，看来可以再进一步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要什么计划请说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现在能把传送门转变为空间之门了，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战士越传到水晶塔能量范围内的任何地点。任何地点，希望你这次会小心一点。实验环境在我们的控制之下。应该只是主管是吧？ You can warp in warriors from this warp gate now. 哇！我在这上面看得够清楚了，谢谢。卡利根，我想今天的实验。不。烙英文呢，好猛哦！以左键点击月船狂战士，可以传送狂战士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。以左键点击月船狂战士，可以传送狂战士。做单兵吗？单兵也太辛苦了。Roy the lot now. 他在大海而生。为了压他，你够了啦！等下加狂跟工兵 all in 就好了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为爱而生。我们是爱。拥有寂寞，为爱而生。他这个空门的 CD 时间有变短欸，超快的，五秒钟 CD。以你的指，找啊，小偷。通道开启了，实验终止，太
派哨兵机器人进去清除隔离室，封锁下层，启动机密器，任何东西都不准出去。你应该是有史以来问题最多的吧？有史以来问题最多的。为爱而生。你打完这名，你进入我们的。我看打这边只要 A 这个右上角就赢了吧。哇，好多黄色！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哎，这狂战士好冲锋，哎，太强了吧！这绝对比狗强啊！这绝对比狗强啊！水晶塔，宣彰正义。我们是爱与为国人，是三国的大，我们是国人。我的名校已经结束了。宣彰，我不懂这两个团是长得不太一样。该死，撤走那一层的所有人员。那他们属性是一模一样的。是三一方。我的名校，底层人员已全数撤离。这已经全面失控了。隔离门已关闭。狗换关太强了。自动化毒气防御系统。这个作者应该是想要展表示演表示披音霸吧。通道开启了。宣我们新国人，我们是爱尔之剑，我们心如一大战满路。宣长正义，我们是宣大。已经结束。国人，我们协助你而不上。天卡拉，引导我们的刀刃。哇，我是我的问题吗？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原本他放的这个狂战士，我认不太出来他是什么造型？这是原版造型吗？也不是这样吧。没有战甲。我的名校，大国人，我们心如一为爱而生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歼灭机，我们齐心奋战。对啊，有时间压力的话，这关我就不肯这样玩了。这关好像是要在几分几秒内把军工厂拆掉四座还是五座吧。我们是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们是我的名字都要拆掉是吧。歼灭机遭到摧毁，情况危急。管子也太多了吧。哎，狂嗑药子啊！这样的损坏似乎还能。很感谢你，如果你想上来的话，我现在就把门打开。下次你想表达意见的话，可以不要毁掉大半的设施吗？